哦，胸肌还行啊，还行。对，最近有想要把它缩小一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穿衬衫会太肿。对，好，就这样。罩杯太大。啊？罩杯太大。也微微的觉得有一点不好穿衣服。对对对。最近不是衣服缩小？不是，是就是胀奶。对。对。穿衬衫拍戏的时候看起来比较肿，上半身啊，扣子也不好扣，是有到几罩杯这样子吗？没有在量罩杯啊，但是就是那就是在厚实这样子，还是说会量几寸几寸这样子？我现在量胸围是多少？很热吗？时间太长了。其他肌肉的部分都还是有在维持，保持得很好的。